爸，来，送你一支新的手机啊！哎呦，那真好，那是用成功要送我手机啊！啊，你旧的就下歹去啊，送你一支新的，哎，软体更新好，你用看卖。嗯。爸，你哪么吃？无啊，这无实在电话啊！啊，这百面是咧诈骗，啊，无就是咧买旧保险的啦。你平常该容易时间啦。哦。啊对啊，孙子。啊。啊，咱公司最近的财务状况安怎？哦，还款计划毛找恁未到主管啊。哎，爹哋，你哪个搞挂掉？嗯。无啦。就赶快去接电话卡来的，你知影爸爸即马学乖的，是吧？迄无识识哦，我拢歹接嘛。哦，这诈骗集团好有毅力哦，安尼一直卡一直卡。爹哋，等下拿个卡来，你我接，我来给伊处理一下。哈，讲到这诈骗集团哦，恁祖妈我专门考的，那是诈骗集团哦，佫卡电话来，你直接，给我处理就好啊。我嘛用个处理呢，我爷哦念福经给因听，不得靠伊个悔改。龙哥哥，为着你的身体健康，你的饮食吼真正爱控制。我决定啊，我要好好学煮食，我要洗手做羹汤。妈啦！我咧食无简单，这条命咧捡断啊咧！我无想要冒这生命危险，我食你煮的物件啊，拜托。电话交给我，我来处理。这诈骗集团哦，爱好好啊处理，无伊会一直卡来乱。免接，你啊挂掉。什么免接？迄诈骗集团哦，就爱甲柔性劝导。Hello， 我跟你讲，我上讨厌诈骗集团哦。哈？你不是诈骗集团？好啊，无你讲看卖嘞，恁祖妈哦，看你有甲我骗无？旁边，我来甲讲就好啊啦。来。爸，阿妈，会使提药来哦，好行。哎，爸，戆神的，有心事哦？无啦，阿姊个睏无饱，才戆神。毋是因为早起个两通电话。哦，我着知影你有代志，我瞒大家啦。阿家里无人啊，甲讲啦，电话上开啦。啥骂不过你，阿母你莫误会哦，爸爸哦不是听我在了骂的，即个这件代志哦足复杂的，我实不知要哪讲。看你的表情遐尼啊为难，敢是因为钱的代志啊？爸，啊你伫外口欠人钱哦？迄债主知影咱富贵建设状况无好，我打电话来讨笑呀。是来讨笑无唔对啦，阿哥唔是钱啊，是人情。敢是迄个救你的人？嫂子，你那只巧嘛，啊！爸爸哦，本来是要打电话来调钱的，周转者，不过我真正唔知要哪开嘴。听你安尼讲，迄个人啊真有钱的哦。伊唔但有钱哦，还够势，对我嘛真好。只是有特别一个要求哦，恁爸是做袂到。